OK，我们今天讲的是 trip 单词，然后是从音乐 everyday 哒哒哒哒这里进的，两个 everyday 就两个对称的动作啊，右坐左坐，同时加上卷首，一边是卷两次 everyday 对，然后再仔细观察原版，它的动作是弹性的作用，不是 everyday 是 everyday OK， 尽量遵循原版，然后哒哒哒哒是一个三件套哈。收脚同时伸手，目的是为了捂嘴，对，不是为了停在这里哈。然后我们再连做一次这个，哎，擦擦擦擦，对，这里有点害羞的感觉哈。顺手捂嘴偏头 ，OK， 然后是完成在收脚的这个造型上哈。再一次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哒哒哒哒 ，OK， 包括这些身体放松的去跟随就行了哈。那么前置动作我们就讲完了是。Every day, 哒哒哒哒 ，OK 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开始正式的复步了哟。先讲解它的律动，律动是走一出一啊，先走左脚，找到左脚踩地上的感觉之后 ，and 踩出去，踩出去，五六七八 ，OK 啊。然后这里数拍呢，我们只把它数成四拍，每一拍的主拍在我们踩的脚上，那么就是。一和二和三和四和对，这两拍我们碰手的时候才清楚啊。手的轨迹看一下，举起来，举杠铃 ，OK， 两个线条举的，一个是往上举，然后再去推杠铃起来，对，去推直啊，用力。好，然后这个节拍是先分成了三加一，前面三个角都是搭配的这一个，最后朝左边出这个角是搭配的这个哈。那我们就可以先单练这个踩顶，再来六七个踩。推杠铃，这个走路的时候踩推杠铃，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再加上前面的手举起来用就行了哈。五六七走，一 and 二 and 三 and 举杠铃，哎，是没有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大家知道我们要加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身体朝下的框架啊。这里呢，咱们就是想着蹲着做，或者是你想着身材远一点，都会有帮助啊。and 踩，嘿，踩，嘿，踩。嘿踩嘿好，然后找到蹲姿之后，我们把蹲姿跟往上一起结合，就是从下面做起来，五六七的蹲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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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慢慢的做起来吧。然后这个动态也就是想着从下面做起来，它就接得比较自然啊。然后我们加手一起做一次，五六七的从下面做起来，嘿，对吧？好，然后这里之后再来一次，嘿嘿嘿嘿，对，但是只重复两个。同时手型变成了，哎，拉在腰上啊，再看，拉在腰上啊，然后组合五六七走，五和六，对，就只重复两个就行了。来了七八，一个收，哎，收呢是顺着这个身体方向收过来，就是有一点微左右啊。接着我们跳起来，翻，对，这个发力脚在我们的左脚上，左脚往下蹬，同时把自己翘起来啊，一起身体找到这往上抬的感觉。嘿，对，然后脚一勾就更加的自然一些啊，然后搭配上我们手型去甩下，不了切一半就对了啊，然后接下来放脚，咱们就直接的把它用来走接下一个动作了哈。好，然后我们理一下这里是怎么回事哈，是四个加两个再加收和跳起，好，认真的做一次啊，慢一点，记住多下去一点哈，让自己的框架大一点才好看。准备，五六七八一。二三四点五六收八放走，对，是二哈。然后这里再有各位同学，这个头都可以去偏一下，偏在每组重复的开头，也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和五六的五，什么意思？一二三四打五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这里把它讲完了之后，衔接的动作就是放脚出去走路啊，走两步 ，OK， 然后退一步。再推一步 ，OK 啊，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分成两个方向，除了前向的两步加后向的收脚的两步 ，OK 啊，然后往前呢就比较做作的去扇风啊，这边叉腰 ，AI 的扇风扇风，好，然后这边回来了一个搓肩，对，感觉像是自己把自己搓过来一样的哈，然后搓过来之后，对，做一个造型 ，OK， 一点像那个雕像感觉啊，你找到腰上翻力，腰上翻力往后。倒 ，OK， 好，然后身体还可以往下坐一点，对，就成了哈。好，然后这里走路呢，怎么去走腰背一点？这里刚开始我们是不是跳起来之后，哎，身体本来就是朝着走，我们就放松的朝着走，然后呢，可以去看一下反向，对，这个腰身一下就出来了哈。然后我们做同学，咱们加上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对了，推两拍，六、七、八，拿来转去。
圈啊，放手，同时找这个转圈的基础造型，左脚往右踩啊，然后踩住之后转圈，对，手呢就自然的放下来就行了哈。再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多花一拍把这个站稳的才转哈，你尽量不要哦走，对，分成了四五六七八，对，有一个六的卡拍哈，然后这就是第二个八拍的步骤，大概我们是分成了两部分，是吧？走路前走和后走的组合，然后加转圈的组合就行了哈，然后衔接也比较好记，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跳起来了，就肯定想放脚，对，咱们就要把它记住，放脚住，开始走路接动作，五六七八，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，OK 哈。然后这就是前两个八拍，我们把它连起来领一下哈。首先是前置动作 ，Every day, every day, 哒哒哒哒哒，然后数拍找下，一二三四打五六收八走二二三哒四五六七八。哎，对，然后接跳啊，先有个印象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们跟着音乐去合一下。五打六打七打八，一二三四打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。我们接着讲下第三个八，第三个八跟韩武玻璃的规律很类似啊。如果会同学，咱们就能快速理解；不会同学没有关系，只需要我们把手伸出来做一个定点。然后右手去抡上去，然后找到它，然后摆造型啊。那么就是左手负责伸，右手负责打，打了之后找左手啊。这三个点，左点一次，右点一次，左点一次，还是比较好记的哈。然后最后记住单接一个 pose 啊，再来，左推右甩，找左回压。对，第一个造型就是这样的哈。最后一次，五六七走，左伸右打，找左回压 ，OK， 然后符合我们的脚就行了，同手同脚哈，左手左脚，然后哎，对，这个是不是很协调？一起打哈，这个脚就是靠上，右脚勾，哎，勾上去就行了。再来，哎，踩，勾，哎，踩，对，就顶在上面了哈。然后回来，回来要不光是回来哈，还要同时发生压腰的感觉，对，然后这个手指的形状咱们明显一点啊，不要这么卷着，哎呀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里还有多余的那个呢，我们就是去把这个律动带上，律动呢就你不用去想那么复杂，主要就是把第二个打起来高一点啊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不要去走路，我们用跳的去往前跳，对，包括后面呢跳打上去，对，你往上打这个想法就会产生一个往下蹲的这种律动搭配，自己就来了哈。就比你自己想到这一个微蹲跳，然后这个打上去要好记得很多啊。然后再理一下这思路 ，and 跳出去打上去，对了啊。然后后面呢就比较正常了，主要把前两个的这个档啊做清楚啊。五六七走，当啊嘿，对，立住，然后加造型 ，OK， 再来一次 ，and 当哈。OK， 这三个是完全重复的，相当于直接用两次，只是最后这个造型变了哈，我们变成了退脚收左脚，同时收左脚的时候，咱们的左手捞一下，捞一下 ，OK， 像是把水洒起来的感觉哈，然后揉回一点，嘿，对了，好，然后来腰伸，这个腰伸跟前面的这个很像哈，哎，对了，好，直接用就行，好，然后这里第三个把我们右脚完了。是重复的两次，只是四和八的造型不一样哈。那么单记四，哎，单记八 ，OK， 好，然后组合，跳打回压，跳打回压 ，OK， 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认真的去把它动作拉出来啊，五六七八，跳打回压，跳打回压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里做了之后不要停顿，不要停顿哈，你就现在。把这里跟待会儿动作连起来，先练一下衔接。怎么去做下个动作呢？找这个膝盖打开的感觉，对，好。然后膝盖在外面打开一次，再回来打开一次就 OK 了。And 开开脸，五六七走，开开 OK。手呢装饰啊，就是从自己的身体上类似摸着一样的闪下来。And 擦擦，对。然后学会用身体偏的啊，那么我们去这边偏。哎，对，就给我们这边偏一偏了哈。然后这里第二之后再接两个重复的三四，三四呢是变成了跳重复 ，and 跳勾跳勾，对，这个的发力脚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左脚上啊，左脚又是一个踩，同时把我们
我们的六角踩成一个勾角，对，就完成了重复啊，三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的右手呢跟它做反向啊，这个脚在往这里勾的时候呢，右手是在往中间滑，对，找这种回来的造型感啊，然后边往回做造型边跳着走 OK 啊，可以微微的往左侧移一点，五六七走，三四 OK 啊，然后这里就是两个打完之后接着二加二的双重复动作啊，首先这里做完了这一个之后 and 八，好，马上去就另外一边去接上这两个重复动作了哈，再来往这边做的是跳重复，对哈，然后这里做完了之后比较简单哈，走上去抬脚啊，然后拉开一个苍苍，嗯，翻手出来哈，然后注意这个手要稍微的开一点，不要太窄，太窄不好看哈，打开，好，然后组合很顺势的苍苍，哎，简单了哈，然后这里的造型摆好了，就是为了去组合画五搭六，对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里哈，肩膀是会有联动的，嗯，你可以去主动的想一想。嗯，对，打一下，但是注意不要这样哈，我们的发力在我们肩膀上，不是在手上。OK， 再快速的来一次哈，五六七八，点开六哈，然后接着这里容易摔哈，就练，然后每次做规律的时候，身体都想成是往上的，不是往前后哈。好，接着七打八打成是第二种走，七打八打，对，就是一个跳步哈，嗯，在走一步的基础上跳起来，对，然后衔接是不顺的，刚开始我们主角在上放就开始靠它。哎，好，然后七打八打一共四步，左手呢就放在这里推出去的感觉就行了哈。五打六，七打八打，对，好，然后这个新的一个八也讲了，最后这个八是衔接的倒走之后，哎，右边直接接两个，再接两个，开始造型，走上去，然后退退退四 ，OK， 数开始，好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。五打六，七打八打 ，OK， 然后待会儿就到了这里了啊。然后这里呢就有两个八，我们把它连起来一下啊。首先是上一个的这个推打起来的造型之后，两个坐坐的走，好，再加推，哎，上去四五六七八，接两个打是不是？哎，打上去，打压回，打上去，再左反向两个勾脚两个。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打六七打八一二三打四。然后这里我们就讲了四个八了，我们把它连起来作为第一部分讲解记忆哈。首先是前置动作，哎 ，everyday， 哒哒撒娇啊，然后大框架喽，一二。三四打五六七八，做做二二三四五六七，打上去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，造型五打六七打八打 ，OK 啊，多跟着音乐去练习。